寓意国泰民安，位于山东山水圣人黄金旅游县中心，京沪高铁纵贯南北，京沪青兰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泰安文化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，70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罗棋布，4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熠熠生辉，15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闪耀其间。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、中国人居环境奖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、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、最佳文化旅游目的地。一张张城市名片彰显着泰安这座文化名城的魅力。泰山，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。作为中华文化集大成者，儒、释、道在此交融共生，使泰山成为三教合一、享誉华夏的文化圣山。自秦以来，12位帝王封禅泰山，文人骚客祭山揽胜，赋诗撰文，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宋代诗文。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，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。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的千古名句，成为仁者要山的绝唱。走进华夏名山第一庙岱庙，刻石之祖李斯碑，汉武帝手植汉柏，历经千年风雨，阅尽世间沧桑。宋天矿殿是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，泰山神起壁回銮图气势恢宏，场面壮观。孔子登临处，古藤掩映，文雅端庄。登高必字第一山分立两侧，涉级而上，林荫夹道，石级绵延，一座露天的书法艺术博物馆映入眼帘。秦起至今，历代石刻尚存1587处，一字惊鸿，千言大观，帝王御笔不依小节，一块石刻，一段历史。石巴而至，大任始成。中华泰山成人礼，学生们以山为证，感悟为人、成人乃至立人的担当精神，以饱满的热情、昂扬的斗志、积极的行动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28亿年的浮沉变迁，鬼斧神工，镌刻泰山之美。春赏花，夏溪水，秋望月，冬踏雪，岁月更迭，四季变换，旭日东升，万道霞光喷薄而出，云海玉盘，游人踏云驾雾，仿佛置身天外。夕阳西下，举目远眺，一条黄水似衣带，突破世间通银河。晚霞夕照，一道道金光穿云破雾，直泻人间。徂徕之松，心府之柏，徂徕山苍苍茫茫，心府山九峰环抱，秦始皇东巡驻跸于此，汉武帝东巡寻仙亦于此。白佛山拔地而起，威严绝地，狮牙雄峰。
中原隋代第一佛，坐北朝南，笑看京杭片片风帆，见证历史潮起潮落。800里水泊东平湖，荷花万亩，鱼帆点点，美在泰安，诗和远方，邀您携手同行。泰安，一座动静皆宜的城市，在这里可寻访静谧，可感受激情自在，对话时空，体味人生百态。九月，泰城依旧沉浸在火热气氛中。泰山国际登山节是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狂欢盛会，也是中外游客饱享旅游大餐的国际盛宴。天宜湖旅游度假区，百岁老爷车正诉说传奇故事。乘坐摩天轮，看千亩水岸花海景致，金色的沙滩，放眼望去，美不胜收。波光潋滟的泰安天平湖景区，如同镶嵌在泰山脚下一颗璀璨明珠，将秀丽的湖光山色与厚重的泰山文化充分融合。音乐喷泉，幻变水秀，绘就一幅唯美生态画卷。5000年文明史的大汶口文化，以大汶口国家遗址公园为载体，将崭新远古文明呈现在世人眼前。太阳部落，再现大汶口文化的历史风云。东平大宋不夜城，穿越历史云烟，品味水浒风情，领略好汉英雄豪迈，沉浸式感受大宋的盛世华章。方特欢乐世界，一场盛况空前的欢乐盛宴，一个充满神奇的梦幻乐园。花样年华，置身于花的世界，水的海洋，释放四季冰雪运动的速度激情。在徂徕山滑雪场，感受雪地山峦，冰雪飞扬，去宝泰隆旅游度假区观候鸟天堂，裂谷奇观，溶洞漂流。到泰安徂徕山森林温泉康养度假谷，赏秀美山色，享养生温泉。在九女峰云上书房，望云卷云舒，品雅韵书香。休闲旅游的理想空间，心旷神怡的独特意境，创造出饱含浓郁泰安文化的特色商品。泰安市大力培育山东手造礼遇泰安品牌，推出十大标杆企业、十大手造名师、十大特色品牌。天地灵石泰山玉，融数千年泰山文化，自然天成中华瑰宝。泰山女儿茶，是泰山灵气的馈赠，齿间留香润心扉。雕凿点刻，以木传神，一块桃木化身吉祥，护佑平安。泰山黄金，获天地之纯金，得坤土之精粹，有仙人余粮之美誉，是不可多得的滋养圣品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金戈铁马重现君王了却天下事的历史瞬间。看一台山东梆子戏，品一出世间人生百态，生旦净丑演绎历史上下5000年。泰山皮影延续这一古老表演方式，成为走进联合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诗在泰安，千古盛宴，经典传承，
泰山风扇玉燕、泰山豆腐燕、泰山道家燕、水浒燕，舌尖上的非遗带你领略以泰山为品牌的独特风味和品格。泰山赤鳞鱼，泰山泉水哺育的珍贵淡水鱼，中国鱼类珍品，名贵肴馔，还可药用。夜色阑珊，城市里常常隐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热闹鲜活的市井，活色生香的美食，酣畅淋漓的啤酒和极具韵味的街巷。在泰安体验了精彩的夜生活后，寻一处酒店下榻，洗尽您一天的疲劳。各种类型的酒店集群式发展，中高档酒店提供不同的舒适体验。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忙碌，追求桃花仙境的生活意境，多样民宿带给您不一样的文化旅游沉浸式体验。光阴荏苒，斗转星移，泰安以它厚重的历史文化、秀美的山水风光、浓郁的民风民俗、真诚的好客形象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，以自信、开放、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，喜迎八方来客。风景如画，大美泰安，中华泰山，国泰民安。